由红福堂以及红稳娱乐经纪公司携手推出的新年贺岁专辑《红福聚满堂》在1月6号这天举办了专辑推介礼以及记者会，出席歌手包括参与其中的大女人 Amy 王明丽、Stella 钟晓玉、Jin 庄敬义以及新晋歌手林巧慧与严慧萍。小心发现到 Amy 王明丽正红裤子和自己的粉丝团一边走一边跑，我想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弄伤的？不小心，表现出我觉得不小心，因为我看到他下面同事好像很重的感觉。没有啊，这是故意的，心理干涉，你不聊真的、啊，就是、了这你不聊了，因为是瘦的关系，对，是瘦的。说志祥老师就有提醒说，其实唱情人歌呢，最重要是你那个气氛要有，是那尽量的唱情人歌带笑来唱，对啊，那大家才可以感受到那个氛围嘛。对，所以这一次的话呢，是跟以往三年不同，因为以往的话唱一句罢了，所以这次唱比较多，是不是？比较多啦。那心理专辑最不一样的就是，如果你当天的心情不是很好，或者是你很累的话，你还是要笑着唱。还有就是。一定要唱出那个有新年的感觉。我们舞台上五位朋友 ，OK， 对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，我觉得有别于一般的这个新年歌曲。对，没错。对，一起来，好，那听一听啊。新年了，我们相聚庆贺，与我一起准备好发声，好让红红的脸充满了欢笑声。新年。红福聚满堂贺岁专辑创新意，专辑只送不卖。想要拥有红福堂贺岁专辑，只要购买红福堂凉茶超过18令吉，就能凭单据换取一张红福聚满堂贺岁专辑了。